帮那个套完名字，我叫八八 OU 哦。我觉得我的比较有创意，都没用预设的啊。青春美丽温柔，青春美丽温柔演员。超长。我原本还要取更长的，就不行。亏了。好。好。开开开开开开开！八点啦！哇，笑死了！哎呀，小雨在啊！我吗？他哥，他刚才在我前面消失了，他死了。Hello， 我回来了。哎，小雨！嗨，小雨。Hello， 我是小雨啦。嗨，问号。今天是基友跟伦。好啊，基友跟伦的 EVC 欢乐赛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可以来玩点趣味的。嗯，我们等一下一样，就是三队对决。哦，那这个我们直接先分一下，这样比较好讲解。哦。我们每队会有一个人会被孤立在外，要去找队友啊！哦，反正那个人一定是我角落生物。那那个人就由其他组的去选，比方说蓝队就选绿队，绿队就选红队，红队就选蓝队。哦，就进场的时候，你就把你们那一队就把下一队的一个人 TP 到中间 ，TP 到中间。哦，自己选一个哦，我懂意思了，自己选一个，懂了，把他 TP 到中间，反正开场有那个抗性嘛，你就 TP 高一点，对，就不要让他卡在地底下就好。OK， 别闹 ，TP 有90格高应该都没问题。那这样子啊，中间就会有三个人嘛，那三个人是不能打架，他们只除非找到队友，不然的话他们不能做任何事情。好，他们就只能去寻找队友，不能打方块，不能打人，好不好？好酷哦！寻找队友，但你的另外两个队友要不要找你，就是随缘啦，好不好？如果有两个队友考验自己很努力的话，这是考验自己人际关系的时候哎、欸，就是他们的问题啦。嗯，完了，不要你完了。我有人找你没事，没事。那个传到中间是自选哦，所以那个大家就看看到底是谁会被排挤。哦，自选。所以是我们队伍要讨论好一个，然后帮忙打就对了。对，你们队伍就讨论一个，然后 TP， 但要快，好的，不能太久。好，好，讨论一个。场上也有一些随机物资可以拿，好的。但是中间那个人就很可怜，他就只能找到队友，嗯，才可以做事。物资箱也不能开，都不行开啊，啥都不能做，就只能跑跳去找队友，好不好？可以给我两分钟重开机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你说蓝队挑绿队这样子吗？对，就是挑下面的。好哦，比方说你们蓝队就可以选一个 BOBO 下去中间之类的。好，然后我们选你过去这样子吗？好像真的会是 BOBO 哎。原来大家都你选小雨啊，他是中离的人，选他，选他。小雨哦，你是说 F 开头那个小雨吗？好，不是啊，你是小雨啊，你是小雨啊。蓝队不用讨论，不用讨论绿队要传谁到中间的吗？好像不用讨论哎，好像不需要哎。好像不，你们要讨论这个啊？谁负责 TP 啊？对不对？好啊，那我先练习一下好不好？不会，连那个 TP 的指令怎么打我都不知道。来，我来。这样你们会把他 TP 这个中间啊，这个中间比较方便。又把他 TP 到你旁边啊？你就负就那个啊，负二五五一百吧，负一五零，差不多这个坐标就可以了。好哦哦 ，Bobo， 那给你 TP 吧，你选一个。啊？直接叫他去。不是、啊，他会被 TP 吗？测试看看啊。我们在测试啊，有了测试，所以我还要自己 TP， 自己被赶出去，还要自己 TP 的感觉。没有啦，你他的意思是说给你选红队，要红队。Bobo 下去了，你选说要谁陪你嘛，这样可以吗？对，你要选红队的。对，你要选小雨啊 ，biu biu， 还是你要选巧克力啊？好想要选巧克力哦！哇，我就跟着你到你们家，哇，再把队友叫过来。
啊，做事嘛，至少可以跟随。好了，那我孔子下山来点名好了啦。孔子下山来点名。好，小雨，好，就决定是小雨了。不在里面是怎么点的啦？没有，像如果过去是喵，他感觉也很好笑哎。我应该会说喵喵哈喵哈喵哈要在这個，那团团去的话，他们另外两个就会很强了。哦，迷路吗？哎、欸，他们是 MN， 他们很强 MN。对，他们 MN 巧克力，你们在哪里？快点！这是 MN 巧克力耶，坐标，我不知道这是哪里。然后跟团团到，我先说你们呢、啊。哦，旁边有一个，前面有个复数啦。我跟你讲，旁边有个岩浆，我们直接跳下去好不好？我们就直接关站了。好可怜哦！天哪，负200讲成200，巧克力的话换去蓝队好了，你知道就是 MN 巧克力，真的，MN 团团，好，接下来了，双倍 double 抖 N， 那记得哦，被传到中间的人，一定要碰到队友之后才可以开始打架、挖矿啊，弄方块。好的，碰到队友之前你就只能跑跳而已，啥都不能做。好的，一序一二三离开，耶，不要动，不用动哎，耶，下来了，你踢吧，下，谁？感觉就波波会被传啊，是，我们传谁啊？是我传的、哦，给你啊，交给你啊。你我不知道怎么打啊。是打 ID， 然后到 TP 的位置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位置。嗯。那就是那个负225那个。对啊。就是负255吧。255。对啊，255，负150。好 ，OK。OK， 嗯，那波波你自己加油咯。嗯，我可以，我可以很快碰到你们的。好，我们在负360，负360，哎，刚好在负360，负360的位置。哇哦，旁边有遗迹，哇哦，有箱子哎，这是团团，那要打掉的吧？300，这是要打掉的。负360，360，对，都是负的。我们在负360，负360位置。哦、oh, oh, ，好，那我来。哦，哎，不是吧？哎，团团他们很夸张哎，小雨就在旁边呢。哎呦，团团他们是那个啦，喵啊跟蚂蚁就在旁边呢。好，啊，附近哦。对啊，他们就在附近而已啊。对啊，他们在那个就在那个啊，那个哎，然后巧克力也在这边。巧克力是被传过去的还是？没有，巧克力跟发发是那个啊，对的，就跟小雨是他们传过来的。哦，所以他们直接就在中间附近哦。对，哎，我看到蚂蚁了。我看到遗迹了。对啊，我们刚在遗迹啊。你们在遗迹里面吗？遗迹附近。哎，我搞，我。来，这里，蹲埋，蹲埋。哎，巧克力哦，巧克力，你们进遗迹了吗？巧克力来喽。还没。我们没在遗迹里面，我们在外面。你们是遗迹的哪边呢？我们就没在遗迹里面没。我们走出来了，我刚好看到你，你刚过河，我们在河的另外一边。河的另外一边。河的另外一边。我看到巧克力了。哦，看到你们。我看到发发了。耶。可以打人啊。可以打了、啊，那我可以去那个。给你、欸，他们来了，啊，他们来了，巧克力来了。哎呦，还没弹，还没有准备武器。那我用空手打他，哎、欸，他钻剑哎，好扯。啊，可以。go， 好了，等一下哦。准备要打架了，我盾牌了。他往遗迹那边跑。我先开个双。我，哎、欸，云苑小心哦。阿力，我来了。正前方。发！哇！你怎么被打死了？
钻剑，钻剑，钻剑！有金头颅，有金头颅，有金头颅！哎，那边小雨来了，小雨来了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一下而已耶！啊！我的盾牌！你吃金果？啊啊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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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！这里啊，来不及换，把东西换下了。哦，好多书哦！哎、欸，你很多书，来不及把东西换下，而且书书要跑到计划了，书书要跑到计划了。啊！没事，好吃吃吃吃。吃吃团团来了，团团左边，团团左边，团团左边。他们在下水饺，他们下水饺了，给这个团团吃。大家哦，下水饺了，下水饺了，赶紧赶快补血，再吃再吃，狂吃特吃猛吃。右边麻衣，没有他也吃了。右边麻衣，水岸上面有麻衣。嗯。喵号在背后，喵号在背后。哦，喵号一刀，哎呦，一刀，所以一打三，啊，强！我手好痛啊！我不能，我真的不能玩这种游戏，我左手好痛啊！走吧，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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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吧，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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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惊，别惊，玩颗粒砍爆大家啦！太夸张了！我没有骑我的马，我的马很棒哎、欸。马？你的马是小白吗？不是，是灰色的。你在那边开心骑马？哎、欸，我零作用，好开心啊、喔欸！这一场不是大家都在中心点附近啊？一下很近哎、欸，很近。而且那时候我们故意不告诉小雨我们在哪里。这是我们先看到的是 BOBO， 我想说，哎、欸。波波都看到了，为什么小雨你没看到？好不同频，而且你知道那个沙漠超长的吗？我是在另外一边也有沙漠，然后你们说、哦、那边有那个什么沙漠遗迹，我说、啊、沙漠遗迹，我想那个是吗？走过去是村庄，沙漠村庄，沙漠村庄在另外一边，超远的。我就跟爸爸一直讲说，来啊，快点，小雨，赶快汇合了，来。我也想过去啊。然后就看到一个波波在那里讲说，哎呦，他还没有汇合，他没有作用，打他。没有，我有作用了，我刚刚挥了你两拳。是一般拳头啊，我会把你斧头给砍了。我成为那个书的形状了，给繁星。一开始就说，哎、欸，小雨，拜喽。直接被传走。黑箱作业。小雨，我们最好了，当然选你。难过。耶。喵安跟马伊有很慌吗？他们还没状况外的时候啊。已经一队消失哎、欸，他们比较慌的时候是两个在打凡克利的时候，凡克利，他们就说，哎、欸，对啊，喵啊，你那个最后斧头有劈到就赢了，有啊，有劈到，有劈到，只是劈到一下就 ，CD 没好，一下而已，就是一下之后还有第二下，那时候你在追逐就被反杀，好可惜哦，可惜可惜，再劈到一下就有机会了，嗯，那昂尼，走开了，走开了，嗯。然后感觉这样玩很刺激哦，但是我觉得前面的那个开场秀根本是搞笑用的，怎么遇到了？哎，我就哎、欸，我已经看到 B O B O 哎，啊不啊不，我已经看到小远啊，团团应该在附近，团团就在附近，哎、欸，你们其实超近哎、欸，你们，我觉得应该是你们意外的时候他超级近，对。等一下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离一千格了？完蛋，就看等一下会不会远一点啊？好。哎呦，那个、oh. 都有投入哦，快速投入哦，好吃，随机混沌，真的好，哇，哦，啊，我们可以选、欸，我们可以选下一个 ，OK OK， 交给你了，要分东西，交给你，哎、没有，我们根本不用动，耶、yeah ，不用动。继续传、啊，要选谁？要选谁？你要选谁？哎呀，真的、喔，你这样会不会太坏？啊，他会不会说有没有？今天怎么都看不到队友？哎、欸，这三个其实我觉得都很好，传的都很开心哎、欸。对啊，好难选，怎么办？那我们再小雨一次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
再让他被传好了。他等下就哭了，我的队友都没看到。嗯，总觉得他们等下也会传我啊。刚刚你们那队是谁说要传我的？你中心点有记吗？我说的、啊，我记得，我记得。太坏了，我是连那个 TP 小雨都记哈。你直接向上按就好。刚刚 TP 他不是我，刚刚 Bobo 踢的，我也是你啊，白痴。好了，OK OK， 看看我们是谁会离开。是蓝队传，我总觉得我不太妙。我也觉得你有几率蛮大的，因为团吧。我不要再补了啦，真的啦，我传了啊，三负一二零。我啦、欸、是你耶、欸、我们在我有记坐标，我有记坐标哦，好，320负120负120吗？对对对对对，看来是 Bobo 被传，又是 Bobo 又是 Bobo。 那跟小雨啊，你卡住了，就小雨不同。啊，蓝莓，我没事。哎呦，要死、欸、我有工作台。好，330、哦，来，我们就一切交给繁星指挥。我没有啊。对啊，为什么我给你指挥坐标？哎呦，我这里有香香哎，你们不要来。好，你在哪里？28286负106。我挖个石头。有一个箱子，我不能打。好，我来了。我靠，看到你们。哎、欸，我看到。哎、欸，他去，有有有，可以动了。哦，你可以拿，可以你可以拿，你可以拿了。白钻石碎哦。哦。我要做完，感觉距离这次距离有距离了啦，所以应该还好。这次应该不会像刚刚一样了、嗯。对，刚刚真的是超近，马上就遇到。我说你刚刚就是一直尾随 B O B， 我想啊，你怎么把奖杯带回来了？来，赶快做好东西再尾随。也没，小心的美国、哦，很痛。哦，最近有沉船呢、欸，刚看到。嗯，哎呦，嗯，可以去看吗？去看啊。好了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哦，箱子也是不错，只是这边树很多。嗯，外面都是卡在树上，很讨厌。看一下啊、哦，边界外。哦，不好看箱子。哦、整装待发，整装待发是铁装吗？铁装。对，他们应该是开到箱子了。嗯，哦，这里好危险。可是药也是应该先做个盾啊。对啊，还是他是直接开到那个、啊，直接就是装备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那个没那么厉害。我以为他很这么厉害。那就有蛮多的铁，不钻石鞋啊，别做。你有看到那个吗？什么沉船？没有哎、欸。我现在在找箱子，都找不到。我在找箱子，哦，我找到一个在树上。哦，我看到一个在树上，该不会同一个吧？你看，我看到我已经在树下了。哦，看来是没有不同颗。好，哦、好，记得离远一点哦。好，不要被爆哦。我刚刚开了一第一个就爆，哎、欸，超惨。哎，从底下很害怕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哦，有铁有铁有铁。啊、哦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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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、哦、还有铁镐。我刚刚直接站在那个，因为他在树上，我直接站在那个箱子底下挖他。哇，那、啊、你就跟喵他一样啊！对啊，如果是炸弹炸下来，你一样死、欸。我想说旁边有水，我要直接往那边跳。没有没有，当初喵他也是想得很好。真是可惜啊！啊，看来我的运气变好了，没有成为第二个喵他。欸、你们都有铁吗？没，没有，一个钻。那等一下相遇，我还有留着，可以给你们盾牌。好喂、欸，我又看到一个香香。哎、欸，我在沉船。哦哟，160负260。160，好，对，需要你们一起来。好好远哦，我慢慢走。哎、欸，旁边还有那个矿，我先去沉船。160跟负260。嗯嗯，也是。我也帮你们做那个、哦、盾牌喽。好。好，收圈了哦，会做个门啊、哦！我刚蚂蚁耶，
啊，你要战斗了吗？没有，我跑了。160裤子保护式的皮革裤。哦，箱子开到的、哦、那个沉船。对。130-288，130-288，好，快到了，我差不多到了。海边，海边。好，等下可以带你们走他大概的位置。好。哦、哇，只有这是只有羽毛，还有藏宝图哎。藏宝图应该是没办法了。我两个箱子都找到了，有需要找第三个吗？哎、欸，有有有，哎、欸，盾牌有吧？到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放心，给你盾牌，给你皮革裤，你就修补。你保护是没事、欸。你要看藏宝图吗？那藏宝图，你还记得那时候是怎么讲吗？直接显示，没有直接显示，感觉就是在外面哎、欸，没救了，感觉很远，没救了，算 了，我们还是去找他们好了。好啊，记得他们是这边。哎、欸，希望他们不要乱上他们，是不是？是，上蓝队，你要不保护式的皮革裤？哎、欸，他们来。他们哦，我们做铁镐。我走失了，什么失了？谁失了？我走散了。你好快哦，走散了、哦，你走散了。我好快，没有了、啊。我们在多少？负150。说嘞，220，负220，220负220。哎，对，刚斜的走。哦，难怪直着走。快到了，再十秒钟。好啊。我来稍微探寻一下他们。嗯，好了，经过没过了，没看到哎、欸。刚刚看到他 是哦，云月、啊，在我前面，你先打，在我前面那边，在我前面那边，他刚走过去，走到右边那边。我站起来，你站起来吗？我走了，打，汇合了。前面有隐藏 ID 啊，有隐藏 ID， 所以没关系。现在还是就是我看到，要直接上吗？上，都斧头，走，好，3、2、1，冲啊 ！Go！耶！没有干掉一个，是吗？是你！融化！哎、欸，输一个头颅，是，那两个给你，完全没扣血啊！完全没扣血，有三个金而已，一个，还一个，我这边一个，也没办法干嘛？对，不能干嘛？啊，繁星，你没有那个吗？书没捡到，还有。有一本，哎呦，你拿两本，哇塞，哇塞，从书都被拿了，我刚刚都捡走了。哎，那你哎那个啊，那个团团，给你黄金角角，好，黄金角，奢华角，奢华，走了，去找他们。好，哇，我们刚没有看到他们在哪哦，没，另外一队就真的没看到了。我们刺客三人，高看看。也没有箱子，对耶，没看到了，登高望远，好吧，去别的地方看，就看到狐狸，我看狐狸在睡觉耶，好可爱哦。你要去找他吗？你去找他是对他打了一拳，没有，那蜜蜂才会。哦，看到你说睡觉的了，睡觉的狐狸，对啊，超可爱，我摘莓果来吃了。哇，他们是在弄，可是他们没有跳成就，边界了耶，他们没跳成就啊，他们在干嘛？跑去哪？两个小雨在干嘛？对呀、啊，哎，来到这里圈外了，圈外了，202，也没看到那个哎，更多的香香，嗯，有怪了，有怪了，什么鬼怕？什么鬼怕？我走，哎，你。没有，我以为摘了莓果就不会有事。哦，没事啊，你有金头颅的那个书。对，没事。所以他给我一个偷袭。在哪里嘞？在哪里？小鼠刚被狐狸叫声吓到。嗯，还大一点。狐狸怎么叫？他就不就。哎呦，狗哎，分两边走了，对啊，走另一边了。嗯，这样比较好找人吧？我看到，哇，好多铁装哦，看一下哦，哇，250-220，这是小雨哎，好吗？小雨发在这边，
哎、欸，我跟团人在这里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上去了是不是？往上爬。那下来，下来，方法这个，我追方法，我追方法喽。哎呦，你看那里那里有谁？方法，我追追。我刚只有看到发发而已啊，我只有看到发发。会，会，会，坏人，坏人。坏了，有有有，是是是是是，我跟在喵他小雨后面。好，哦，他们两个是一起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在270、220、270、220。团团有拿到哈金头颅？有有有，我有我有。好，你拿你拿。270哦，嗯，哎，270在另一边，220。哎，可是时间快，那个要黑。我没看到了，他们围住啊。270、220。他们应该爬在树上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他们。为什么我没看到？我回去到刚刚那边。繁星，我在五秒。他们是在追你啊？对，因为我绕他们后面了。好，我看到没有啊？我看到没有啊？嘿，哇，小雨，很痛痛痛痛！哇，我的斧头没有，我很好，我盾，可恶！我在迷路哎，笑死！哇哇，团团团团，哪里呀、啊？负280-187，你要赶快来，不然他会把书给吃光。哦、欸，哪里吃了？还有一本书，完了完了，还在吃，哎呦哎呦，还敢吃啊？捡那本书，后面捡起来。你本书，你书，赶快吃，对对对，睡。你赢了，你赢了，一下一下。有够惊险！我靠，在外面迷路啊！想说我们应该打得赢，就顾着盾牌。哎呀，有有有 ，winner winner winner！ 哎呦，小雨，好险哦！只差，你就只差一本书。对啊，其实还有书，没有什么还有一本。因为小雨晚了，他团团先攻，对，我被他多砍了一些。对，對我那时候在捡东西被砍了一些。啊，那时候我们先看到那个波波他们，然后我们就埋伏到后面，然后三个一冲冲冲，然后就冲下去。哦，原来你们跟我们很久了，没有，刚好遇到。那个时候我们刚好在合成，然后来不及反应。我们去乘船，然后那时候团团有先看到蚂蚁，然后我们乘船完，然后就过去找你们。乘船怎么救你？乘船，这个假团，这个假蚂蚁，小蚂蚁也没啥东西。我们拿到那个两个皮革裤，保护式的皮革裤，被你砍感觉也没差。有感觉差不多，也是痛痛的，超痛。哎、欸，可是你那皮革裤超显眼的，刚刚找不到人。哎、欸，那边亮亮的，就是那里。完了，自我标记。难怪想说喵他怎么一回头就可以发现我厉害啊！因为你的裤子太亮了。那是天空中最闪耀的那颗星。真的。Shining, shining。可是你是因为那个我们多了一个天眼冰了啦，找繁星的时候还没有。对，因为那时候爸爸落单，我迷路了。我们在找他，结果他就说他才遇到人了。我们那时候也是二一分，我跟团团在那边绕，然后团星一个人走。爸爸，繁星说找到你们了，我说哎、欸，有有，我看到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这不是小雨啊，这是爸爸。我们刚在找迷路的爸爸。爸爸刚刚原本是要想要躲在树里当一棵树嘛。没有，我想要跳走，结果不然掉进去了。哎呦！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跳过去。对，我想到你在树上，因为团团上去树上找他，然后叫他跳下来。我想说他干嘛要摔下来？原来是跑酷失误。原来是跑酷失误了，听不下去了，听不下去了。误会一场，误会。哎，你知道老师很生气，他听到你断电都是假的。我不知道那里有洞啊。天哪！老师要气疯了，下来，我都一定砍爆他。好，这一场可能就很近咯。哦，那个是什么？很多海哦，很多海的点应该就比较少了，可以挤在一起咯。啊，一开始那个小雨被传的感觉如何？我就他说，哎、欸，小雨又不见了。我说啊，我不见了吗？我看一下我在树上、
好像是耶、欸、那时候我们在选想说、欸、选三个都可以，然后团团说、欸、我以为你要再选他，我说哦那也不错啊，风暴给我传到土里，对，石头里面，谁传的啊？我传错度五十，传错的啦，太低了，然后把我传到虚空算了，我差点要出来好不好？差点要去虚空了，对，差点要去虚空了。五十不管怎么样都是净土啊，对啊，他想要摆个招，不会摔伤，不会摔伤，你说把我入土为安啊，小林。买起来，买起来安全啦！买起来最安全，安全安全，最安全。这边中间就是会接近海喽，要自己努力游泳哦。好，100，继续随机。还有四，安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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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是你们安全，我不安全。我不安全，这个要好好讨论一下的呢。好好讨论一下，好好讨论一下。一二三，散开。好。你要穿谁？是哎、欸，我选喵哈，让他们晚一点汇合。我也是，因为我觉得喵哈感觉他会不知道在哪里。繁星如何？嗯，好。好，那给云月传。100负245吧，100，然后120负245，嗯，对，好，250可以啦，250可以，好，888，好，布置好了，嗯，来猜猜我们会是谁？我刚刚被传过一次了啦，我觉得繁星的几率。不确定，要看，因为是蓝队。我很希望是我哎、欸，想体验看看哎、欸。我觉得是允月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问题难说。K K K， Go Go Go！ 八八八八，要够喽。究竟是谁会被传走呢 ？Go go， 啊八八八八 ，OK， 谁不见了？谁不见了？010，团团不见了，团团不见了。哎呀，我们在，就在中间那边而已。20，你20，团团，你负200，高台上就可以看到我们了。高台上，好、啊、有看到我们，好、啊、有看到我们。收集东西，我要去砍他们。快快快快快快破我！快快快，有人我来了！木头木头木头，来挖挖。Hi-Fi，Hi-Fi， 耶、yeah，Hi-Fi 了。因为我坐好了。好，你坐。这里。我说沙子里的沉船呢、欸？你们坐木浮了，那我坐好船了。坐一艘船。那你们有装我坐我的武器吗？等一下哦，我的木头不够了。听到僵尸声呢、欸。打他打他打他！蚂蚁不要跑！蚂蚁买走！他不会跑掉。他卡住了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！好嗜血、啊！哦！啊，喵哈不知道跑去哪嘞？躲起来了吧？哦！哦，他往这边走，那是不是代表彪彪？在哪里？跟着我走，刚蚂蚁那边。白桦木。哦，好，看到了。我、哦、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啊，巧克力哦，巧克力哦。他们会喝了是不是？没有啊。嗯，没有啊。喵哈，不知道跑去哪了。对啊。啊，跟着蚂蚁走，总是遇到他们，我也不知道。棒棒棒棒棒棒。他们跑走嘞。要用暴击的。不呀。反正看到喵哈，如果跑来这里，我们就打喵哈就好了。啊，雨燕怎么过去了？那个波波过去了。你在那边？感觉他们那边就是边、啊，他们一定要过来，他们一定得过来，他们一定得过来。我们这里是安全区。喵哈，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喵哈，喵哈，打喵哈！他们游上来喽，喵。好，来喽。喵哈跑到山上了，
我打包包而已。哦，啊，巧克力吃了。哇！哎呀，巧克力刚吃了，来不及。啊！可恶！我们吃了蚂蚁，然后死了全部。来不及吃蚂蚁。哎，蚂蚁的书你们刚刚有吃吗？我还没吃到。啊，多送一本给他们了。哇，当然也吃掉了，可惜了。等一下哦，爸爸遇到他们了。哦，小雨这个绕，小雨绕好后面哦。小雨刚刚在巧克力前面，然后偷偷绕到山上，然后巧克力现在追不到了。好猛哦，很会绕哎。不要拿书，想骗。有被看到了吗？被包围了，被包围了。可是巧波波也看到了，波波也被看到了。别蹲了，别蹲了，别蹲了，别蹲了。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。就近啊！哇，吃书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没有先把喵哈吃啦。嗯，可惜。哦，没有把蚂蚁的头抢回来，啊、差一滴耶、欸！我们在天哪，打到赢了！那一开始，那个环境你们过来，我们想说完了，怎么是你们？不是那个喵哈，喵哈说在那，我在你后面，我们是跟着蚂蚁走就看到你们了。真假？你们跟蚂蚁走？对，被蚂蚁走反了，是吧？就蚂蚁还蚂蚁可能，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散开的时候，那时候就不要提醒他，你干嘛？哎、欸，这也是我们我跟波波在那边对峙的时候，然后喵他走过来，我说喵你不要过来，不是说我们被他追，然后我说你躲好，顺便他们不会回头，然后就马上你们就马上就回头了。欸、可是我觉得我刚回头把团团拉的还不错、啊。没有，因为我是看到他们回来了。对。你把团团勾走，我原本以为他们全部都会跟过来啦，结果居然他们还是去打巧克力。因为我们也跟，赶快再跟上啊！那跟过来了，我要跟赶快回头。对啊，嗯，然后在上面你们刚好回头，那超好笑。哎、欸，刚刚小雨也是很溜啊，你们追小雨追一追，突然绕一下，小雨就不见了。对，我怎么小雨怎么不见了？我有看到你啊，我想到把你绕掉啊，我绕了那个山半圈。所以我也是直接绕到你后面。对啊，我的蚂蚁，你是不是走错坐标了？我本来要跟他们汇合的，结果走边边我就被砍屁股了。对，我们原本想说要传发法，然后还想说不对，那个蚂蚁之前那个坐标都很不会看，必须给他练习。完蛋了，蚂蚁想要再练一下，没有找到队友啊，只是我们隔着还看到，隔着还看到。但是我们刚刚跟喵他完全就是百分百相信没事，哎，怎么会这个选择？对啊，绿队，你们谁选的？我们那时候是想说，喵他就是传传看嘛，你们想说有人会，我想说五那个包包五三不成立啊！我刚想说是五五开耶，结果没想到竟然是。我以为你们会传不是 Bobo 就是巧克力耶，然后我想说你立不立个，然后又来一个大冷门是喵哈，就是我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是 Bobo， 然后喵哈说啊，一定是你们两个随选一啦，就觉得是我。你们就是赌徒，群赌徒，为赌狂欢。对，是来是偷奸工商啊？你是百事家主吧？对，喝一场找对哦，等一下就要玩别的喽。好啊，森林哦。哦，这好难找、哦，这好难走哦。哇，好绿哦。欸、有竹林、欸，物资箱也会在超高的哦。嗯哼，75-75，25-75，好。自己小心哦。今天我们好朋友没来。你们都要闻的呢。哦，看坐标，我们是看坐标。要闻的，学会看坐标。嗯，秀秀秀，哇，这个好高哦，好可怕、哦。来，随机分队。哎、欸，好。
哎，赶快，不用动啦，我们是同一个队伍啊，我们赶快，我们赶快，你们赶快，这个很难选哦。没有啦，这个三成啊，三成，33%的，33%。一二三，赶快走啊！不要偷听我计划。好，走了吗？开分队是不是？没有号码，没有。好啦，传发发好了啦。对啊，让他们两个独处一下。啊，对，再让他们两个独处。发发吗？对啊，让波波跟巧克力独处啊。对啊，再独处一次。Okay, hello. Okay.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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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因为跟他讲，哎、欸，超远呢、欸！我们在200-300，对，200-300，哎、欸，209-300，我们是200-300，还好吧？就一样啊，对啊。我打方块了，对不起，我作弊了。快跑！我打叶子。200-300，棒棒棒棒棒！我做那个哦。好。我做工作台。玩三月岭哎、欸。这感觉这里都是，我要做十字武器。这里，虽然说十字武器跟木质武器好像其实差别只是在耐久嘛。啊，到木头的部分，斧头会有差吗？嗯，斧头是没有差。嗯，斧头的伤害是一样的。啊，不是有什么 CD 什么之类的吗？还是没有？是一样吗？哦，一样，斧头都一样。所以是斧头是钻斧才会有差、哦。有差吗？我怎么记得斧头好像在某一个阶级有差，剩下都没差。伤害啊，对啊，不是伤害而已吗？伤害，斧头伤害都一样吧？有不一样？伤吧。搞 ，OK， 好，太远了吧？还是没遇到繁星。我在走。我们先不要乱动，先跟繁星换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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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旁边挖木头而已。有这个耶，-230了，-230了。有这个耶，看到 ID 了，我看到 ID 了。哦、好吃。啊，编辑开说了。没事，我看到你们 ID 了，可以动了，可以动了。好好好，我、哦、看到在这边，在这边。啊，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后面边界再压过来。对，后面边界再压了。该走了，该走了。你还没摸到我，快下来摸我。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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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摸个摸个摸个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可以打了可以打。快跑、哦！走赶快走赶快走。这里危险哦，而且这边都一堆树跟一堆山，就是在真的很难走哎、欸。哦，而且感觉这里面是会升怪啊。负一二三的位置有那个，你受伤了。箱子。哦，你有记着、哦？对，我立走负一二三的地方。哦，我到安全区了。好像120123，负一二三吧。嗯。的树上、嗯。哦，这两边都安全了。哎、哦，繁星先做东西。来，我看附近有没有什么。哎，小雨，小雨应该是拿了，拿走了。哦，我看到小雨了耶，在那个石头山那边，石头山那边有小雨。啊，这里有没有东西呀、
没有，什么都没。哎呦，嗯，有蚂蚁耶。对啊，他不在石头山那不是吗？对啊，蚂蚁跟小雨要去那里吗？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，来了，来了，走啊，哪次不走？走啊，有何不可？啊，树上那个真的被打掉了，玩在树上的。他们抢了我们的东西，我们把它抢回来。嗯，我们要当水鬼。我们是当，对，我们是水鬼。来喽，又是负的，负三四，二八。那么远啊，刚不在这里、啊、他们不在这吗？嗯，那边啊，那边，那边，那边，在丛林，往丛林那个方向。哦，他们已经走过去了。我看到，看到，看到有人在挖东西。小雨，小雨在，小雨在偷偷。小雨，小雨在那个，小雨在底下偷偷做东西。打他，打他，跑出去，跑出去！啊，我在跟你。小雨在，在这里背后，小雨在背后。小雨死了，小雨死了啊！我死了。喵，快一滴，喵一滴。所以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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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啊。蚂蚁在合成台旁边，他捡东西。你的右边，直走，直走，对，隐约，隐约，直走。右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后面，后面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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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了。打起来了，有了，死了。我去看一下另外一本、啊。哦，是一本。有没有盾牌？你有没有捡到盾牌？我刚刚看小雨有盾牌。我身上没有，你看一下这边的尸体有没有吧。我这边也没有。小雨的盾牌嘞？啊、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我再做一个给你。好，来这边，这边。嘟嘟。他们在农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。后面书后面。嗯，我有一本哎、欸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可是我已经。我还有一本啊、这个！我还有一本，我还有一本。哦、好好好对，对啊。他们在哪里啊？有山上有一本，有箱子。我看一下哦。山上。团团的，对，隐约直，隐约的左后左前方。这边。离开丛林，靠往羊那边走。往羊那边走，好。上去是不是？对你上去就看到了啊！团团这边的话，没、啊。没有、啊，那我就往安全区内走。嗯，团团，你距离巧克力他们大概100个。哦，那其实蛮近的。对啊，波波落单。那我不要先去摸波波，先摸他。他的位置在，没有波波嘞。我找到了，负零不零负37、38、39。哎，我刚刚发发嘞。那先打他。我一下巧克力在附近，我不在你附近了，我不在你附近。巧克力还在燃动东西。好，巧克力烧东西。我不知道你在哪里。我回去啊，回去，回去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我来了，允月。哦，团团，你刚刚离巧克力很近哦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他在哦，他们现在汇合了，在35-75。为什么我没看到团团？我回去。那个啊，刚刚那边好了。我刚刚哦，我看哦哦哦哦，我在山上了，我在山上。哦，在山上，这里，往上看。哦，看到了。那个你的影院的右刚面对那边就是巧克力他们在烧东西的地方。这边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那一座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左偏左边。偏左边，好。嗯。他们现在有黄宝宝是黄金角附魔过的，然后。巧克力是铁胸甲，就这样。好啦，我们去打吧，因为、哦、其实应该还行吧。45-20。我刚刚发，音乐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下面，他们在下面，他们我们在我们下面吗？你的屁股后面。我后面。对对，有看到。没有。我、哦、看到那边，那边。河边，河边，河边。底下，底下，河边。呀呼！你要不要吃个酥再上啊？呀、啊，我受伤。我们先吃酥再上吧。哦、啊，好啊，一二三，走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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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好、啊，吃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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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来不及，第二本酥来不及吃。啊，痛！他们有装备还是有差？好痛！装备有差。没了，而且我刚刚好几下都挥空了，可恶！嗯，那去吧，上去吧。
我啊！你知道就是我们在你哎、欸，我必须先说，一开始你知道 TP 的时候，然后发被 TP 走，然后呢，他被困在地洞里。哦，他被困在哪里了、啊？上然后我们千里迢迢去救他，因为不能说好不能打任何方块啊。他那个地洞就是真的出不来，然后他自己跳进去，自己跳进去，好惨啊！好震惊死！怎么会在地洞流传130格、欸？哎，这里他那时候在这里，然后那时候旁边都是、哦、他自己掉下来的啦，堵住了，对，他就真的没不走走的，然后就真的就是上不去，哦，太惨了，突然变成队友要来拯救了，然后他那时候就被僵尸追，然后就快气死，然后这也是跟他汇合之后，你们就打起来了，然后我们这边稍微浓一下、嗯，然后还在浓的时候，他自己跑上去给团团杀。对啊，他在那边偷看我。我们看到了。他说：“团团来了。”我说：“你不是在我旁边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，他上来。”我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自己走？”那时候我们还想说：“哎、欸，爸爸是不是那个幼儿啊？幼儿，厉害！”然后爸爸死了，我们想说要去帮他报仇。之后那个团团在讲，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我说：“你知道？你是天眼睛。”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然后最后他说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波波你不要动，他在你后面。波波你不要动。我说波波你赶快走，你还没有动。而且波波还真的没有动。对，我想说你干嘛叫我不要动？我看一下。他说波波你不要动，他们在你后面。我想说怎么听都很奇怪。不要动！你们找到第二个 BOBO 了，你们找。我说你赶快跑过来，我真的快要被打了。原来是天眼兵啊！天眼兵简称什么？好吧，天兵。啊！快笑死了！哎呦，好累。哦，广告时间，广告时间。巧克力只因为一场的关系已经累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真的超好笑的，没有啦，我真用死来呀，你懂的。我不知道坐标。你死了怎么不知道？哎、欸，那我们是船队了啊。他说：“我慢慢看，你冷静，你冷静。”你冷静。哎呀。控的队友，我已经那个巧克力已经到一个一半的那个 sense 了，然后就波波就一直火上浇油，然后我就很紧张，然后也是半斤八两，那时候去救方法他就已经讲好坐标了，然后就波波到我先到那里，然后很久波波都还没来。然后我就说：“波波，你到底在哪？”他说：“不是在七五吗？”我说：“负七五。”爸爸一开始讲负七五，哇，我好期待你这一集的精华。负七五，哦，哎，这个不是那个吗？对，这一次有修好了，箱子修好了。嗯，我们的这个要来说了，在老波波。哦今天要讲的玛雅文明啊，至于上一次的这个箱子为什么没有啊，这个不可告人之力啊，这次已经修复好了。我们会在那个再做一期视频的讲解，没有东方之前箱子会消失，我们会做一期视频跟大家讲。上次有人没玩这个吗？反正它这个玛雅里面呢、啊，它有很多的箱子，那箱子多少应该都会有一些空投物。嗯，对。那应该是修复好，就是每个箱子都会有一些东西，所以可以很刺激的玩。好，里面呢也会有怪，因为很暗，就自己小心，懂吗？哦，好，好，空投场啊，好，队友都会好好在一起了，不用担心了。哦，好险，好险。但是爸爸这边也没有地洞可以让你跳进去。哎，对对。他一开始被 TP 的很高，然后很害怕，然后就掉到地洞里。我说有康熙，你玩了几次了？但是哎、欸，你从很高的地方，然后直接往地洞也是很厉害。啊，狡猾！操你！啊，好，输空投，两分钟，先两分钟有。好啊，好，随机混队，
三队一样用那种快速金头颅哦。哦，快速金头颅。对，那每两分钟也会有空投跟四箭。好，好。玛雅里面跟这个顶端都有很多的箱子，可以好好看看。OK。然后有给夜视效果，所以都会很亮。嗯、好吧。好啊。好的。各奔东西。二。爸爸爸爸。啊，不用动。啊，好爽啊。Yeah。Yeah。我们老是很常有这种组合、啊，我成为一个电灯泡的多余的组合，是不是？多余的组合，好讲话，多了一个人，嗯，我走了中间，冲了最顶端嘛，好啊，对啊，顶端啊，顶端、啊，顶端不错哎、欸，顶上战争，哎、欸，真的在最顶端了，哇，跳，冲了，我冲了，我冲了，我冲了，多拿一点那个嘛，木头吧，木头，对啊。你那个很难爬、啊，那我过去有木头，我过去拆这边的啊，喂，真的在树上？对，你要最上面还是走里面啊？里面的话也蛮多的，可是有怪啊，里面很多怪，上面的话只要那个、啊，我们那时候游一下就好了，游泳就好了。里面的下面有箱子吗？有，里面下面有，就那个它有一个密道，对对对对对，放密、哦、放棺材，还是要去那个密道玩。我们那时候下去好像只有两个箱子吧？哦，那很少。对，就是你那时候上面的话，最顶端也有四个啊。你那时候好像举盾，结果我们下水饺那一次啊，你被哭公社那一次。被说哭公社，你有印象吗？有，西瓜被打掉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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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水饺好吃，水饺好吃，好吃好吃，好吃一直。冲了吗？冲了吗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大家好。顶端是不是？嗯。用游的还是慢慢跳的？那个游的可以游上去，对吧、啊？这么厉害？嗯，对啊，那就游喽。想要花木兰那一段？花木兰，你是说一群人？哎。哎、欸，然后游进去吗？再游，再游，还有最高点嘛？最高点，最高点有，然后最上面有啊，摔到了，这很难游，不好游，我不会游，你自己游，你美人鱼，我不是啊，你是什么？哦，你很会游哎、欸，真假的？哎、欸，会了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会啊會、欸！你不是会游了？哇，我被传染了！哇，那你会吐吗？哎、欸，白痴，这里没了，这里没了！哎、欸、哎、欸啊欸欸，没事，你，有，可以游上来，这边有石头，可以垫，有脚，垫脚石，香，啊，香，这是空的，空的，为什么还是空的？不可能有人来啊！我先到上面，我先到最上面。作者，你们有自己玩过一次确定吗？我没有动任何东西耶，作者。你们不是看箱子里有内容物就对了，你们要测试一次啊。嗯、有东西。都是空的啊，白痴啊。我到最顶了，我最顶也是没东西。没东西，我觉得应该有问题的，有神秘的 bug。嗯。我完全没动任何东西哦，哎、欸，怎么就直接玩直接开了？怎么会叫？怎么会叫？那安妮开到钻石，可是没办法，可是没有搞高。嗯，小雨他们再叠上来，幸运钻的。哎、欸，哪一个方向？你有看到我那边？哎、等他们上来，然后就劈他们。好啊，我们用那个第三人称就不会被看到了。他应该看到我了。要隐蔽自己，你就过去在那边按线。没有，我上去看那个双双啊。因为他们还在爬，等他。要等他还是跳下去打？看你啊。等他好了。他完全不知情的状况，要劈下去他会不会叫啊？哎、欸，来！你们在钻石矿这边吗？没有，等一下哦。我在你下面那一层、哦。我看到了。我去劈他了。好、哦，我都走，我在你后面。哇，你直接一斧敲爆他。他剩一滴啊，他剩一滴。笑死！哎、欸，劈下去继续劈。另外两个没看到了。
刚刚就没看到，就小雨跟游上来，然后这是谁的箱子？哦，见死！哦，有见死！我另外两个呢？他们是跟蚂蚁队，蚂蚁跟喵花同队。哎呀，我看到蚂蚁，我看到蚂蚁，我直接过去劈他，酸一点没关系。哎呦，有头颅，有头颅耶！怎么变快速场了？变得很快耶！没关系，他们还有喵哈，他们还有喵哈，喵哈就真的没看到了。哎，这个血刚好头颅可以吃起来，而且只要有西瓜就会回血，所以不用怕。我没有看到西瓜啊，等你们啊，我上去，我上去，你上去啊，在上面。我在我们喵哈不见了。我就想说一定有啊，因为小雨刚刚有回头看，感觉是在找队友。放心放心，是没什么，怎么了？哦，摔倒摔倒摔倒，我不会游泳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嗯，最下面有一个人哦，放心，我这是烦，一直给我饥饿效果。我是我也饥饿，真的。我昨天在空投。好，好，毒啾啾，毒啾啾。你要打，先不要吧，我们不要惹嘟啾啾，不要惹他。我有那个 TNT 矿车，哎，竟然有这种东西。那你去中间挖个洞啊，然后如果有人进去，环境小心嘟啾啾。没事没事，你现在看得到我吗？他在看我哎，快跑，快跑快跑！我叫你转圈圈，转圈圈，别理他。等到我们有啊，西瓜，我们需要西瓜，还有稿子。嗯，都没有哎、欸，很多空的，咕啾啾在哪？那个会 是空的吧？对，空的，然后会是正中间、哎，空了有空了，哎，小心哦！哇，这里就岩浆哦。嗯，有没有想说要饮水灌溉？饮水思源，我怕我快。啊！我们现在等空投，空投是两分钟，我们只能耍废了。我们就爬上来没东西。啊！谁知道、欸？我以为有东西耶。我以为有东西啊。他说空的这个是正常的。他说全面更新没问题。哦、有吃的热。哎、嗯，公公公，快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哎呀，有老公公，然后见识圣诞老公公，有穿裤裤啊？啊，穿翻新的裤子，香啊！狐狸蛋，这次新的哎、欸，嗯，新的哦，你怎么这么多那个、啊？那个、哦、你是累积没开？对啊，刚才哦，还有捡到下面两个的，应该是，哎、欸，哦。头上岩浆，岩浆，小心岩浆！哦，蛋糕，这里招了一个啊！速度空投，哦，白痴又不需要，你会跑很快哦，哇，你跑超快，速度！哎、欸，可是没看到那个哎、欸，另一队，刚刚他们也在那个第二层的地方，因为他们哦，他们可能看到我们，他们可能进去了。哇，那我们现在很废、欸，嗯，现在没办法干嘛？也没有铁桶，没有啊，都啥都没有，啥都没有，你都不开啊？嗯，欸、有一个玉水锭哎、欸，谁开的没拿？玉水这个还有冰砖，冰砖有加速哦，我开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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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还要吗？你还要吗？我还有一个玉水锭。就现在也暂时用不到，对啊，只是就拿着，你可以变玉水铲，狐狸，把狐狸放好了，很可爱，耶、yeah! ！他们其实很聪明的，不会去撞岩浆，为什么会去撞岩浆？我会啊，猫也会啊，就它代表他们移动的那个、啊、物理判断是有判断。有岩浆的啊！欸、他雕什么东西？雕石头，那是我的。雕石头走，可爱！哇，直接丢下去，超快！他下去了，他下去了啊！他走这里，
完全不会摔，好厉害哦！哇，好好羡慕哦，上不来了，磨蹭我。啊，他觉得你臭，奶油狐狸。水空桶，很喜欢养狗。我没有养狗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有那个稿子了啦，可以挖那个了。同时空桶，更多的 TNT， 你挖？欸、你要我是效率二，要挖吗？你要等幸运是不是？那你要不要等幸运？可以啊。反正我现在就是废废废物时间。哎、欸，不然你反正你都搞了，你就慢慢挖下面，看有没有办法。挖条路往下有没有？对啊，挖一条路。这下面都是空的哎、欸，找那个墙壁的啊。对，这边是空的，这边可以用空投，空投炸。哦，那最旁边至少一定不是空的吧？你说这边吗？挖挖看啊，你又不是叫你直直往下挖。哦，啊啊哦，你干嘛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这边是空的，我再往右边一格啊。我去看看那箱子。哎、欸，箱子，这箱子就有东西。认真，你自己有空投有空投、哦，你直接跳下去、欸！我的天哪！啊，有水啊！吓死我了！我想说你怎么小朋友哎、欸，你很嗨呢、欸，你很谁像你？哎、欸，他墙壁旁边都有箱子哎、欸，对，不然我来就好，我绕一圈。哎，我这边有一个，是空的哎、欸，哪有空的名就有，我这个是空的。我这都有，是不是你有问题？就我有问题啊，有很多线。哦，我不是缺线吗？对，不过你缺线。雪球，雪球没干嘛，就只是雪球。鸡蛋，我听到送你鸡蛋。狐狸死掉的瞬间。那我们哎，我们、这个、下面也还有你，波波你哦哟，让旁边我来，你下面你看一下，可以往侧边挖。下面是哪个下面啊？你觉得呢？不是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是哪面的侧面？哪面的侧？你自己用眼睛看一下哦。你看下面都有，不是都有夜市吗？你没有看到下面有、欸、有？鱼渊在我们下面，鱼渊在我们下面。居然，他刚在我们刚发呆那一层的下面，我刚刚看到那个爆裂魔法掉下来。我听到超级近，我再继续收空投，这里有很多那个啦，空投物资，等一下就可以来弄一堆。哦，水，可他好像也不是每一个都是空投物。哦，水啊！哎，还有岩浆桶哎、欸，好猛哦！喂，有戏哦，有戏哦。很有戏哦！我这样子几乎绕一圈了，剩下来就靠波波啦。等一下，相信波波没问题。我绕一圈了，我绕一圈啊！哎，为什么你那箱子也在那么高啊？波波上去喽！好，繁星也在最上面吗？我在上面看啊。哦，这个周围有那个附近生怪，但是没看到怪往哪边走，不知道他们在哪里。其实也没多少哎、欸。狐狸尖叫声，哦，我就多两个空投哎、欸，牛逼哦！耶、嗯啊，有铁是不赖。空包蛋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又两个啊？对啊，抽到空投多一个，还是四件？无记住，狐狸，史莱姆，有我铁镐，蚂蚁镐，耐久很高。哦，哎、欸，我有牛奶桶，可以捞了，可以捞，可以捞，先喝再捞。你要哪一个呢？那箱子好远哦，边边的。哇哇哇哇！喂，那时候你们是怎么酿隐形药水的啊？
米奇药水那个有幸运药水，然后把它喝掉，然后就有瓶子了。哦，难怪哦，太扯了。哎，不是啊，也不是我们酿的啊，太扯了，我们也没酿到啊。要要别哦，反正我做了两个盾。好嘞。哦。嘿，哎，有盾牌啦。周深波，我不晓得在干嘛啦。喂，你不是叫我找箱子？喂，我帮你做盾，我帮你做盾。都下来一下。哦，胡萝卜哎，哎，他们有送你钻石。好好哦。哎，我看到那边好多 ID 哎、欸。哪里？那个外置吗？对啊、嗯，他们在招空投。感觉是我们这边下层。他在对啊。上面一层的在下面一层。喵嗨喵嗨喵嗨，可是他躲进去了。对，因为我们偷袭他的话，天眼兵多少一定会看到。嗯，可恶，刚还是多少试试看呢？好吧。哎，下面是金胡萝卜，那些要拿吗？雪球？金胡萝卜就还好啊。那下面的箱子基本上是可以。哦，有一个。就是有见识的，喵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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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哎、欸，狐狸咬我，狐狸咬我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狐狸会咬人，为什么？你因为我打到小狐狸，我用剑砍啊，哇，剑气剑气，学了一刻，狐狸会咬人，嗯，赶快开西瓜，你们要下来了吗？我们下去干嘛？嗯，我们去蜜穴。哦，好啊，我先确定一下他的东西。哎、欸，啊，他这旁边也都有箱子哎，不知道我们没东西。你看他养狐狸 哦。对啊，他养狐狸。所以刚刚的那个空投，我看到的空投是他的，他在那边丢。哎、欸，还一堆铁不拿，我天哪，气死！一个铁镐，蚂蚁镐，蚂蚁镐，我要把它头颅留在这里了。哎，有了，我找到那个密室的道路了。你们要拜拜我了。圆圆一直爆了，一直都在这个位置哎、欸，真假的？哎呦，河豚桶哎、欸，反正要下来，我东西好多、哦。好啊，拿不完，我先不拿咯。好。随机事件，随机事件，什么声音？狐狸，狐狸，哦，药水，哪一条路能上去？不聊药水，右下角你拿吧。其他的剑石就不拿了。啊，这里面还有一个河豚桶。哎、欸，他们有开到西瓜哎、欸。放心，放心，我给你一个铁镐。没有，我有啊。那你也有，那我们就把那个钻石挖了就走吧。好啊，感觉已经可以打起来了。去空投一下，啊，就缺一个西瓜啦，补补血。又有钻石哎、欸。哎、欸、哦，等一下，我效率赚高。就效率撰稿，哇，是效率撰稿。你眼皮超多，反正这里有一个多个裤子，你有穿的吗？还没，没有。哇，我也上来了，那把钻石挖一挖吧。一个怎么做啊？那个遇水的，你要两个铁，两个铁，四个木头，先做一个。工作站吧，锻造台。好，不，盾牌。哎、欸，我这边爆，我这边爆。你拿盾牌一下，你盾牌在你自己前面哦，爆了就没了。嗯，前面你踩了，拜。哈哈哈哈哈。盾牌就在这里，你马就洗被安诺了。我真的没看到啊。
你满了啊？哦，有了。哦哦，不要生气。哦，气死了！那怎么做啊？两个铁，两个木材，四个木材。哎、嗯，怎么摆？一个工作台的样子，然后上面放两个锻造台。哦，是狗音诶。输狗一有六个钻石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六个钻石，二四六，我们验一个钻件。好，我们酿造台嘞，我把那个头绪。酿造台刚刚被炸掉了，看到了。对啊，繁星给你钻件。铁件就不要了，还很多铁。这好满啊！要去摆脱了吗？谁钻戒没拿？谁？我拿了。哦、oh. ，你每个东西都在地上哦。哦，然后就说什么哦，我没看到哦。地上的东西比较轻。气死人！哎、欸，这两个钻石我们可以做附魔台。哼，不用了啦，走了啦。嗯，哎，我们一人一本那个啦，来金头颅，金头颅 ，UBO， 我差点要没捡到嘞，繁星金头颅，就差可惜那个啦，西瓜没西瓜，西瓜没西瓜，那我把铁都拿去做装备喽，你把铁做装。小一拜。小雨不见了。喂，繁星，帅气的帽帽。你在酿什么？夜视药水。嗯，没有啦，隐形。哎呦，可以哦。可惜没有火药。对啊。哎，没有火药，不就没办法丢了？哦，红石，直接灌呐。灌自己灌。我去打一个苦力怕过来，下面有很多。他们有大概知道在哪吗？那个位置啊，不对不对啊，你问他走前面，有同队伤害哦，有吗？有，我摸到波波一下，飞到哎，那应该就是那个吧，作者雨色，哎、我差点摔死，吓死吓死。我中间在往下游看有没有遇到他们，没看到哎、欸，就很多怪。要去底下吗？干嘛啦？他摔倒，这不是我了。底下有路，底下有路，底下有路。你在哪里？一条路可以去。我放水流，往下，想要继续往下。好啊，你在哪？就去那个密道，就下下下。反正下下去就对了。对，顺着水流往下，中间最中间最上面的最中间，我们是有误会了。最上面，你说中心点那边，然后往下吗？对对对，而且他们已经在底下了。好，我懂了，我看到了。嗯，还是一个闪现哎、欸，闪现，你跑去哪了？我在中间下面啦。我们等一下一起去吧。我在红色遗迹上面了，拿巧克力了。嗯，中间，你去最高点正中间，不是挖一个洞放水？来，我们等一下往下挖。他们那边有只苦力炮，那边有只苦力炮在底下。没事没事，酿造台没带。哎、欸，你头上有，你头上岩浆，你头上岩浆，快快快快！啊，我拿个空投。哎、欸，我满了。他们底下造空投。牛牛空投，牛牛来来来，哎、欸、有西瓜有西瓜西瓜，啊你站你站你站，好，不关血不关血，那我直接往他们那里挖啦，啊西瓜西瓜拔起来吗？你们有丝绸吗？没有没有，那我直接挖掉喽，他们好深呢、欸。好深，
那边很深啊。我还挖到箱子是怎样？疯的。熊熊。没有跟着哈。哦。金刚 PP 什么东西？铁裤子。夹一下哎、欸。吓死吓人吓人。哎、欸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下面是空的、欸嗯，怎么办？放水下去吗？有水吗？有。等一下哦。那就直接冲下去咯，可能会被他们多少发现哦。哎、欸，他们有那个，他们有那个介夫棒、啊。你后面还有一个那个苦力帕，他们应该知道我们在这了。顺走了、欸。哎、欸，你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有有。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哇、哦，好痛，好痛。哦。哎、欸，又一只，又一只，怎么还有？没有，他头上那一只，头上的，也有，头上，确实，有死了，死了，真的死了，真的死了。啊！哇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记得金头颅，记得金头颅。所以隐形兵很棒啊！我杀了，有有有有，正团团交了，有有有有有，完美胜利，剩下我跟凡凡，太棒了，电灯泡离开了，繁星隐形战士666啊！哦，上去上去，可是我没有警报器啊。对，有刺客，我们警报器发挥作用了，好猛哦！警报器太猛了，而且那时候以为打死他，结果没想到他是传到上面去，我就想说打一打，我怎么飞起来了？看到那个介夫，我就想到哎、欸，放在门口，放在门口，警报器，可惜。警报器好强、哦、我们在这边差点要那个、欸、生活起来，我们连地狱门都快做好了，就进不去，真的不去。他打火石，点他超好笑的。没有啊，是在种田吗？那我们在种田啊，我们在生活啦，地底生活呢。我们在养牛啊，哇，还有狐狸耶，很赞耶。我们一开始直接去登顶，然后就发现上面没东西，然后说，哎、欸，好像有人来了耶，是小雨耶，我们等他等他。砍爆了！他在那边上来，他一定会很紧张，砍下去一定会有尖叫。而且我上去之前我就快死了，我跌倒，超惨血，我一下把他干掉，超惨。然后想说不可能，你的队友一定在，刚刚还有看你回头，然后那边找，哎、欸，看到蚂蚁了，砍。我们一群队员都快要摔死了。对啊，然后喵喵那时候都没看到，后来是已经等很久之后，后来就有看到，哎、欸，有一些那个空投机，又有 ID 出现，然后想说，哎、欸，那里会不会是团团他们？然后不对。是喵啊！没有，我想看我在结束前可以养几只狐狸。对啊，你把养狐狸干掉了。因为有人打喵，他打一打还在砍狐狸。没有，小狐狸咬他。小狐狸会咬人呢、欸。好凶哦！这不是喵他，喵他养出来的。你咬的。养出来的吧。喵他的。就是我这边小狐狸咬，然后你死了，小狐狸还很生气，我就只能打他。你知道我那个也很棒哎、欸，它还有一个地下通道，他们可以走到外面，又可以走到里面哎、欸。对啊，大狐狸还在啊。它空投箱最上面的没了，但是里面的那个绕圈圈的其他地方有啊。对哦，所以你们下面也有。有啊，这边 有啊，只是东西其实没有很好了。对，就是一个空投啊，那加上很普通。最上面好像有六个箱子吧，都是空的。六个、哦，反正是下面是空的。对，最上面是空的，我们就说不行，不能说。哎呀，哇，你们还有两颗西瓜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们最后开到一颗。有啊，完美结局。最后开到又补个血下去。太难的。而且还剩你们两个。
对 ，perfect。爸爸被隐形环形给干掉了。从哪里进来的？左上有一个门啊，你们不是放一个门吗？放一个门，真的假的？它是隐形的啊。我是我打开门的瞬间是要听到你们打起来的啪一声，我才敢开门啊。我要绕过警报器，很恐怖哎、欸。警报器太猛了，当骇客任务、欸。武器超强的。那个玛雅文明那个已经被摧毁了哇哇，这里是废墟不少房屋、欸、里面有很多宝箱箱哦哦、嗯、可以多看看好不好，标标富贵屋吗，会不会回血、嗯、一直都有、哦、这个空头场、哦、是哦，矿物在60以下40比较多，所以你要挖矿也可以去40、嗯不用，不用，不要想。每一分钟都有空投喽。好，更开。小雨，刚刚游戏体验超短。因为我今天键盘超怪的，我就小雨的键盘怪怪的。我往右边整个按住空白的时候，我会卡住。哎，好。你看，卡输入法。你说像早期卡输入法的感觉吗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跳舞、哦。不是、啊、哇，你好抖、喔！我右边转，然后我就会抖抖肩舞，抖肩舞，抖肩舞。你不会了，你没有，你刚刚抖肩，你刚刚很酷。就这样啊。你刚真的在抖肩呢、欸。我刚要往上游泳的时候，然后我要往右边走，然后我就没办法往右边走，我就会在水中一直卡住。然后我按那个什么 Ctrl 加 Tab 的时候，我也会停住，超怪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就要想说、嗯、我跑一跑，然后想说要按 tape 来看，然后我就停住了。就你的右加跳好奇怪啊。就是某些键是不是被卡到了，你看他的手动得很慢呢、欸。超怪的。你看他的手动很慢。怎么动成你那样子好难哦。你看我们不可能、啊。他键盘就有问题哦。我们不可能那样子啊。哇，你是漫步哎、欸啊！我看不到。F 5看你 F 看到自己。等一下，我的月球漫步哎、欸啊！你看你的手很慢，有没有？我们很快。你怎么走的啊？可是你看另外一边就不会、啊。对啊，你那就很像是蹲下走的手的感觉，可是你是站着的。很奇怪啊，我不知道、啊。你绕枕哦。我头扭一扭。哦，绕枕那就合理的按钮吗？没有吧，绕枕那就合理的。对啊，那就怪怪的。我刚重开机刷就超怪的。为什么你会跳舞？我不知道。那你键盘的 USB 重插呗。会抖肩呢、欸。我要抖肩，我要抖肩。重插看看。哦，你贴着墙面是不是？在超后面的。我一直点右键。手就动很慢。我不知道。你要插拔看看。好，我找一下它是哪一条，太多条东西。声音已经滚下去。橡皮擦擦一下，拔到那个最粗的电源线。你说电源线吗？也擦太多了吧。感觉你那个是键旁边是连点的，它会这样子哎、欸。我不知道啊，它就是卡一些很奇怪的键。去哪了？它电脑跑了。等一下、啊！哇，这个回音！去看一下我的电脑。别躲后山！我是不是也该去看一下、啊？那我先去摸个猫。好，大家拜拜喽！拜拜喽！拜拜喽！不要在旁边。大家拜拜拜拜拜拜。拜。抓到我的猫。还是会啊。我跳走，抓到我的猫。没救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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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晚一点再看到有什么，超怪。哎呦，来了，随机混对，等下多包容一下小雨。嗯，我前都一直被自己摔死，他们就打架来打停下来。真包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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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包友啊！每分钟都有空投，废墟里的房屋也都可以去看看。好，好的，啊，那就。一二三，分开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今天是不是都没跟允月和繁星同队的？我跟你有啊，好像没有吧？好像没有哎、
对，因为我刚刚几乎都，我们刚刚你都是少女组对不对？是女生组在那边务农中。保安少女组。我看到生，我看到那个呢，生怪砖呢，在房子上。所以房子其实很危险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小心峡谷。我哭。小心峡谷。北极熊哎！云月，你看对面那只羊。北极熊哎！孤立耶。他好可怜啊！对，下面有北极熊哎，怎么回事？那也太可怜了吧！我要怎么过去？那木头就在对面。打土。我丢空投哦，为什么左右为难的感觉？啊，是温尼亚穆达里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白天啊，没事没事。好了。哦，我看到箱子啊，耶，第一个箱子。你们怎么过去的？打土啊。你是已经做好一条路了吗？喂？有有有，是岩浆对面这个吗？我们有没有？你不用跑，再过去一点有、哦、有个土。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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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毒蜘蛛这边这边。反射性的离开了毒蜘蛛。白天不用怕它。嗯。嗯。哎呦，我都还要哭。蛋糕好哦。牛烘托，那你怎么搞？怎么他这里这里面是空的吗？他里面拿了。OK。我出去探索一下哈。我有，我这边有很多箭矢哎、欸，我把它放哪里？你们来来来，给我。我丢，还有线。哎呀，变慢了。好像就是那栋屋子上面哎、欸，生怪砖。因为前面那栋，对对对对对。我前方那一栋吗？对啊。这里没东西耶、欸。没看到什么、啊，我现在附近的那个小放狗哦，我看到他们，他们在左边那边。谁杀谁？哦，宝贝炸飞了。对对，我看到他的那个 explosion 掉下来了，所以那边应该是 Bobo。我看到了，团团左边。对。哎呦，又是毒蜘蛛。我来丢个空投，哦，钻石哎，是什么呢 ？Explosion！ 们，繁星跑，繁星跑，繁星跑！哎呦，炸喽 ！OK， 我拿到鞘翅耶，有没有烟火、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地狱金砖，我身上耶，每个人都有是不是？我也有。有水空投，好，完了，抽运太烂了吗？25单变30单，效率钻石出头，铁库库。小雨跟团团在那边不知道干嘛。追击之剑可以干嘛？发光，让对方发光。很新嘞。嗯，我在回收小雨的剑士，他还射我。哦。然后说有没有哈亚古去看一下？你有看？哎、欸，我有西瓜砖。你没有损血吗？没。No。 好。哦。我用个小刀花把它围住。我也拿到一把弓，但是没有箭矢。
你吐。哇，你们生怪了。牛奶。里面有个箱子哎。哎，小雨来了，那个是、哦、他往岩浆处走。他有勾。你们有做那个盾吗？我没有。哎、欸，喵怪喵怪喵怪，先怪。完全不敢回头。僵尸啊！又两个空投。又是蘑菇汤。哦，胸甲碎啦！这里钻石杵，强力二的弓谁要？嗯，我有一把了，但是我没见识。来，繁星身上有。分你一半。岩浆桶谁要？哎呦，戒符很棒。戒符棒哦，好难搞。护工在里面，里面是不是护工升怪砖吗？不是啊，他升怪砖在屋顶哎。可是里面有苹果。蚂蚁。把新岩浆桶给你用，好吧？不太会。哦，弓也给你，追击剑也给你。不是我，不是不是啊。我想说，嗯，爆裂魔法啊，是啊。那个空桶，耶、铁空桶，碎啦！我搞。做个铁裤子，喵哈，你是不是还没有头盔？我对，来，我脚跟头还没有，我去偷看一下前面那一个。哦，两个空投，一个炸弹，一个水桶，在你身上了。哦哦哦哦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什么东西？在我后面，没事没事，暴力魔法。又是一个空投箱，也铁。管束之剑哎、欸，哦，哪里？塞给你啊，我塞回箱子里好了。没差啦，就会死。给你，然后 TNT 也给你，我不会有。你要铁吗？这个可以拿来做那个盾。好啊。归宿之剑，来偷丢箱，远一点丢箱子。药水，水哟、哦。哦，这边感觉还蛮多物资在这的。哦，有一个了。地狱，不要死。哦，两颗钻石。哦，不对，三颗钻石。你们要不要做什么？我做了一个钻剑了。我两颗戒符弹了。哎、欸，有 TNT 矿车哎、欸，你们要？可是，这很难呢、欸。我放回去。嗯，喵哈，你帽子啊，戴起来。好。你在你身上啊，在你身上吧。啊、我身上没有哎、欸。哦，刚在屋子里丢给你的嘞。啊，那应该是没捡到。这里，哎、欸，真的，来，我有吸到哦。你上满了，外面，外面，外面，在外面。要了吧？是啊，蛋糕空投，今天的蛋糕也太多了，又见死啦！我要偷看屋子里有什么。
哎，屋子里这有个香香。哦，毒蜘蛛，走喽，毒蜘蛛不要。哦，空投、追击剑、铁、肌肉。上次找个屋子躲起来。是。哦，有个铁锭。那什么剑是？缓速二哟，缓速剑嘞。我这有追击剑给你，我塞进去。我也塞。啊，这个戒符棒有没有用？有啊。给你们，我不会用。嗯，好，哈啊什么？我拿到黑曜石哦，刚也有。毒蜘蛛，毒蜘蛛，蜘蛛啊！哦，他看我，他现在看我，哦，没事没事，对对对对对，好死了，后面有只蜘蛛。诶。哦，有人发光了，在那边，在对面，蓝队，他只踩到冰砖了，对，对啊，所以他们，我们刚好在他们两队中间呢，啊。嗯，想去偷丢箱子，可是外面怪好多。那你就把头上挖开啊，有有，这边这边有一个空地，外面有只僵尸走进来喽。哎呦喂啊，是狐狸空投。僵尸围城喽！啊！打木板，补木板。狐狸跑出去了。嗯？我是不是可以在外面再放个？警报器啊，你要吗？可以，我还要自己啊。所以在这边动补一补吗？以在这边定居的前提来说是吧？对啊，我们就把头上挖开，然后就可以丢空投啊，那外面就放警报器。那我补墙壁啊？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这里是不是要？那我们方便可以出去跑出去，来给你警报器，给你装监视器，让你装。哎，好笑，这边挖开是外面吗？嗯，对，僵尸安安。我们很多耶，放好一个。啊，白痴，为什么会故意啊？对对对，没事没事，我只挖了一个天花板了。你还是用先空投打啦，空拳打。你说空拳打破它吗？空拳如果打的马上裂开的话，那是杜鱼蛋啊。哦，这边都按，啊靠！哇，瞬间爆欸！哎，怎么那么危险啊？你说先用空拳打有？可是他刚刚我摸一下，瞬间爆开，那你就爆了。好了。哎，这里好危险，这根本是渡鱼房哎，他是故意设定的吧？嗯，这是不是那个全部都是生渡鱼的？没有哎，有些不是。我们现在警报器在外层呢，打怪补血。身上好满，这个啊，这里我可以一个地方可以丢，这边刚好有一个地方，变成箱子要挖掉啊，还好啦，去丢一个，是什么嘞？空投。上有个金砖，岩体矿车。
用空投喽。好，你刚刚很幸运呢，一直炸。嗯，爆裂魔法都是你在放哎、欸。可是刚刚在底下那边的时候，爆裂魔法用完全没效啊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那时候看到他直接炸到最上面的，出现 TNT 矿车，然后说：“哎、欸，他们在这边呢、欸。”而是找不到人，因为我们在底下。空投。哦，有个弓哎，还有没有人需要头盔的？有，都有了。缺角胶。有个一颗金砖可以做成那个金苹果，一颗金砖哦，你刚不是有金砖苹果箱子里面啊？哇，哦、这个尴尬。有啊，有那个、啊、直接挖吗？那对啊。我们有钻石了，我们可以做事情了。嗯，有四颗钻石要做什么？我这边还有一个还没挖的。我这边有四个给你。那是不是可以做胸甲之类的啦？还是大家做鞋子啊？哦，鞋子。我缺鞋子吗？对啊，我们刚好有缺鞋子。我做两双哦。好。好。来。耶、yeah.。model 哈雅库跑树，狐狸空投，对，我们的狐狸都跑出去了啊，漏水了，跑水了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上面有个箱子哎、欸！哦哦，我上去看看吗？就隔壁这边。空投，哎呦，速度，啊、空投，嗯，哎呦，有没有钻镐需要帮忙挖掉？我是木镐。哎、巧克力在受伤哎、欸！哦，回血，他在回血。It's broken. It's 发现跑，发现跑。我们墙要被炸开了，要开了。哎、欸，好久、哦。哎呦！哦，半滴。欸、这样还被炸到哎、欸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！哇塞，好多毒鱼、欸！太多了吧？毒鱼有点多。僵尸跑进来了！僵尸跑进来了！僵尸围城咯，哎呦哎呦，我们是可以回头找刚刚的西瓜砖啊，救我，我救你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还有两只，好了，哎，来了，哈哈哈哈，哇，我们炸出了个大洞，太棒了，笑死。就我没损血啊，因为打怪补血。我真的不知道打怪可以回血这件事哎、欸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刚知道。人家说啊，空投场一直都有吧？啊？也修好了。也、yeah, 比刚刚的好看。再来一个爆裂魔法。啊爆！光头，白天了，丢烂，我要出去丢。哇，那边有警报器哦，那边有警报器哦。好，我补回去。啊，补补补补补！啊，你怎么没有马上补？你怎么了？我刚
没有意识到你在讲什么东西。没关系，我来帮你们看他们在哪里。哦，我们只有我们这一队没有天眼病。哎，你们楼上有两个箱子，就我们可是在警报器附近算了。看一下他们的位置哦。嗨嗨，南京，这边你苗哈的遗书。我天哪！你们平行，我们这栋楼平行走到最就是那个空投的那个方向，一直走到底的木屋是那个团团他们。哪边面对哪里？跟我讲一下。面对哪一下？我看一下你现在的方向。哎，你怎么跑到这来？我没有动啊。就是你现在直直往前看的地方，越过三栋房子以后的木屋是他们家。好，我去打架，走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然后巧克力他们跟发发，这是哪里呀、啊？巧克力跟发发他们在那个正中间哦，太远了，他们在那个木那个很大的树木那一边。那个在盖养，那养牛的是他们家吗？团团。对对对，你应该有看到人了吧？外面有个人。哇，像破坏他们家，好像很难过哎。开始生存了耶。你有想法吗？宣战，走喽，团团团团，喂。Look our house, buy your house, so beautiful. 那个洞，beautiful. 哎，他们里面真的还给他做沙发跟桌子，哎，好闲情逸致哦。What are you doing? 好 dare you! You so bad. I sorry. 你少打个 M. 我想打 M. M 把普里埋在洞里了。怎么办？你们那个方向直走到那个树木那边是巧克力他们。哇，他全身转装了。巧克力只差裤子是钻，我还有原木，我还有原木。其实你们全部都在平行一条线上，哎，就最远的那边，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一个蓝色衣服的钻。我看到，我看到了，他们跑出了水空头，那边是巧克力的位置。贝壳 Coco， 我话怎么讲？贝壳 Coco 什么意思？Coco， 哇哦，哇哦 ，Coco Boss， 没看到，小团跑掉了，巧克力冲过来了，全转也太扯了，没有裤子不是，他往小雨的方向冲了，可是他们不是有一个天眼兵吗？他们天眼兵是 Bobo， 哎呀，我们要保护，保护这个家。啊！警报器！警报器！快跑！快跑！警报器！警报器！笑死！啊！妈的！已经飞起来。没啊，盾挡得了。哦。这里。
我要找发发，我要找发发。是那只啊，左边角落，是那只啊，应该就是他了，就是他了，对对对，是他，就是他了，就是他了。巧克力回去救，哎，没有没有，巧克力没理他，继续跑。有有，巧克力回头了，他们汇合了。有一只兔兔被困在桥下，摔死了。他把桥炸了，兔兔在下面，兔兔死掉了。哦，兔兔，哈哈哈 ，what？ 帮小雨他们铺桥吗？我做好做桥了。一个金人是什么？那个你身上钻石太多了。哦 ，diamond 啊，哦，看懂了。小哥，因为为什么你钻石太多？直接和平协议。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有什么？裤子、金砖墙。哦，见识。玻璃。见识。可能他们够了。摩托哈亚库，我有摩托哈亚库，我要上了。好。繁星没有跟到。我要做金苹果，好，我上了。巧克力从旁边陨月的右边，右边，哇！我屁股，哦吼 ，ID 吗？来了，哦吼，阿爸快速挂了，老死了，法法剩半血，法法再一刀，法法再一刀，他现在变最强的诱饵了，有了有了。小雨，你射到我啦！小雨，要炸了，要炸天梯，要炸开了！哦、炸好慢呢、啊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有一个大 boss， 哎、欸，他没有，哦，他补满了，他补满了，哇！小雨还在吃东捡东西，团团一个人在顾忌观战，好像是射团团的那个吧？小雨的按键呢、啊？有射中了！哎呦，哇、哦！引荐的对决又回到三颗半了。哎、欸，下面有只海龟。拿出你的啊？哪里？下面吗？对，在峡谷下面。啊、哦，他也太孤单了吧！真的耶，哎，他会不会绕到我们的警报器？啊，没有，过头了，有点过头了，可恶了，可能快到了。哎呦，摩托还要苦，巧克力跑速变快了。哦，而且他前面有个西瓜，如果他看到的话。好了，哎呦，跑跑往回跑了。好，敲那个吗？那个金砖吗？啊，那边有西瓜。好，去回血了。哇哇 ，BOSS 又回血了。两本书哎、欸，还在地上吗？对啊，对，我的书跟发发的书。团团有没有看到？团团看到，团团看到了。他们有天眼冰，团团没有捡。
哦，满了哦。还有啊，团团，还有啊，啊，来了 ，boss 出来了，完了 ，boss 回满血啦，完了完了，团团，啊，哇，团团团团，哇哟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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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是牛，这个牛。我被合力打打怪嘞，三个合力打晚上的怪。小雨的背后来了一只僵尸，天梯要爆，小雨要被僵尸，赶快去帮团团，团团快不行了，团团撑住，交棒交棒，交棒了交棒了，天梯炸了炸了炸了，要爆炸，砰砰砰，哇！哇，巧克力又回血了，好猛哦！这是团团，团团怎么不回血？团团不是有树吗？他可能不在快捷键上要找。不要举盾，不要举盾！要跑要跑，举盾还是会受伤。要被射死，要被射死，要被射死，要被射死！小雨，拜。小雨的血还很多，团团血。我看错了。哇，团团要死了！团团跑。团团跑起来了，完了！哇哇哇哇哇！完了！哇哇！两难，两难，两难！前后都不对，哇！完了！哇！这两滴，这一滴个半，一个半，一个半！完了完了！哇！被射了，小雨被射了，小雨被射了，完蛋了！巧克力也被射了，一颗！哇！好猛哦！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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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哭弓哦，拿剑上去吧。他没有人海战术，差一点。公园哇，你的血怎么一直回回来？好恐怖哦！哎呀，这巧克力真的很……哦，哦，这个哭弓很强，哭弓很强。哎呀，哎，你们天眼并没做事。有啊，因为地上有两本书。对啊，没有，因为我身上太满了，没吸到。我刚应该把身上全部弄光。嗯，我炸了他房子之后，突然好狠哦！对啊，我只是在远方看看而已。我们也在看房子，我们就想说好，全部撤退。没有，你们的钻石超多哎，为什么？你们对啊，你们很夸张哎，我们连铁都没有哎。幸运岛啊，哦，幸运二吗？可是也没有负，而且我们没有攻。小雨的那把有强击，四把幸运岛，强二，痛痛。对，看了经验之后，就把对方的房子盖回去。然后一定要来看我们的房子，可是现在看不到，可恶。远方，哎，为什么过去都没了？对啊，他这边卡住了，是因为做那个吧？哎呀，有了有了有了，你看，这是我们盖的，我们把它改成这样哎。然后刚刚原本想说，哇，你们同盟，那我们就哎，不能轰炸。连边界外没有，我已经帮你炸过一次了，然后我就很愧疚。炸过一次了，他们已经炸过一次了。我很愧疚才同盟的。你看侧面，看侧面，那个黑曜石，这边那个是被炸的，两颗黑曜石，还有那木头不对称。对啊，还有某个角度上可以招，很想招那个爆炸空投，爆炸是。哎呦，看来都没有。我养的好哎，还做造景哎，还种花给他们。太扯了！而且里面好内，只是过去看看，然后后来里面有内装，那找机会恭喜。对啊，里面有内装。好温馨的套房。没有，这是牛棚，我们跟牛住一起。牛棚，没有，我们太扯，都钻石了。对啊，很扯哎，我们都抓不到哎，好好笑啊！我们好像没有丢到，刚刚有抓到一个速度，所以那时候还可以速度逃跑追逐一下啊，不然就应该就更惨了。刚射了一个奇怪的箭矢给你，我好像是强力箭矢给你。你把人家强是不是？所有箭矢都射射，所以其实一个粉红色的，不知道是回血箭矢。他帮你射回血又射力量，然后想说你打我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但你被你那个射还是很痛。嗯，好笑。
欸，所以喵他怎么死我真的不知道欸。我就开个门，然后那时候好像说要把门关起来，因为那边有那个警报器，结果刚好一个苦力怕说 hello， 然后我就死了。好吧，波波是自己以为离得够远了，然后结果不够远，他就死了。没事，我从来镜头里的时候变第二个 BOBO 了。马伊是他不晓得自己招了空投，他还说他没有，可是对话框就是有，所以他还是很困惑。哦，中了中了，就相信对话框吧。对啊。啊！他又说他没有啊！我说就是你啊！啊，他被水挡下来了、欸，有水，有水空投。蛮新闻，你这个已经很混乱了。哇，这水好蓝哦、啊！对啊，太蓝了吧？地形的关系吧，应该是。我们就插两颗钻就可以有酷酷，一定是少了酷酷。哎、欸，不行啦！你这两颗穿的真的太夸张了。对呀、啊，我只有自己而已。我你知道，小雨还在那边，我把那个不要的铁工具拿去烧，最后铁力了。太可怜了，太可怜了，我们要连铁都没有。我们可是我们那时候跟方法原本已经有想要冲的时候，就你们都有装备。嗯，那时候还没有正装啊，只是那时候想说，哎、哦欸，说不定可以开打，哎、欸，都有，那就算了。算了可是我们就很废啊，我们真的就是一般的铁装没了。对，没了。有啊，有一把弓，铁还有各种状态的剑士，射、嗯、在你身上，有 buff 的射给敌人，然后我们被射到繁星。我就说等一下啦，为什么怎么都是我受伤？黄衣服射到影月啊，我想说应该要开战了，结果影月还是射巧克力，速度的攻击、哦。那个箭矢是不小心射到，但是那个河豚桶是想说啊，就一起放一放来，我就一起放一放。哪来的毒？算了算了，打啊打啊打啊。听到爸爸声音，直接冲过去先摸掉。爸爸，全力打爸爸。太多人了。你很开心啊，看你很开心。哇，你有没有攻击到？就差两颗钻，给你做钻剑，不然我就有裤子了。我就跟你讲说不要吧。哦、不要吧，不要吧，都做了就拿就好了。哦、一开始那时候，我跟马伊走，然后方法就说他那里很多钻石，然后我有稿子可以去挖。我就说你在哪里？他说在35。他说35，他说他在35，我就说哈，我们在200多，你在35，你怎么那么远？我就一直重复，你真的在35也太远了吧？35，然后说那不然我报另一个数字330，35到330，你用飞的、啊？他说啊，听我解释是350。哈哈哈哈哈！稍微就理一下，那我重复了500次，你真的没念出来嘛？我还怀疑，想说，哎、欸，奇怪，爸爸不是在我后面那一栋而已吗？怎么是35？然后我就很努力去跑嘛，就说巧克力回来，他就在后面，吐血。瞬移不是日常吗？哎呦我呀！太白痴了，太白痴了，丢死啦，丢死啦，辛苦啦，辛苦的，嗯，对不起，最终受到伤害，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，敲完1:17，1:17我也不会开着玩啊，啊，我还没更新。就这样啦，各位晚安喽！感谢各位今晚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！最近鼻涕好多，拜拜，拜拜。嗯。哦。